大家好，我叫倪佳琪，来自上海市。我选择这件藏青色 polo 衫是因为它和我沉着冷静的性格很像，能让我有更沉稳的感觉。我的兴趣爱好是唱歌、看书。外国比较喜欢看外国的小说，我看过《红与黑》《孤儿》，我最喜欢的外国作家是欧亨利。